欢迎来到本期全球私人岛屿系列。如果你觉得远离大陆的岛屿让你缺乏安全感，或许与陆地相连的半岛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今天分享一座位于加勒比海巴哈马的私人半岛 Gun Point Peninsula。 Gun Point Peninsula 位于北伊柳塞拉岛最北端，距离佛罗里达州以东200英里，距离拿骚东南50英里，乘船或飞机都很方便。这里距离北伊柳塞拉机场只有十几分钟的车程，该机场可容纳私人和大型商用飞机。从该岛穿过一条小海峡便可到达对面的小岛，那里有餐馆、酒吧、杂货店、商店或娱乐旅行等生活所需场所。该半岛是由英国国王乔治六世划归为比弗布鲁克勋爵的领地，以感谢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服务。岛上曾安置有一尊大炮以守卫港口，比弗布鲁克勋爵以 Gun Point 为其命名，并在这里居住了很多年。这座占地80多英亩的半岛是一个独特的热带世外桃源。岛上被郁郁葱葱植被覆盖，拥有3000多棵椰子树，两边有约2英里的白色原始沙滩。这里每周都有游船停靠，也是游艇在大陆上的主要锚地。成群的海鸥在这里安家，因此这里也是观鸟的好地方。 Gun Point Peninsula 上建有一座约4000平方英尺的主住宅，有4间卧室和4个半浴室。岛上还有一个看守人的小屋，一个码头，一个船坡道，一个网球场，一个凉亭和一个集水区，其中集水区有一个21万加仑的雨水罐和多台发电机。该物业还包含一个本地农场，生产季节性的当地水果和蔬菜。此外，该物业的进一步开发潜力巨大，73英亩的未开发土地从主要道路延伸，南沿海滨，北沿边界的西班牙威尔斯岛。它拥有精致的白色沙滩，俯瞰大海的全景和海拔高达45英尺以上的海平面，完全可以升级为一个精品水上运动度假胜地或豪华水疗中心。鉴于伊柳塞拉目前的发展轨迹， Gun Point Peninsula 的独特地理位置使其成为巴哈马最有价值的房地产之一。该半岛如今归一个巴哈马家族所有，目前正在出售中，售价为2350万美金。感兴趣的话，欢迎私信咨询。我们下期见。